开工！说啊！来，快！来！哇！我想我有一朵梦的花。哇！这么多！灯芯呀。小鸡，小鸡，我想养它。种下的小麦丰收，然而种地吧的播出才刚刚过半，更多精彩和热血值得期待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种地吧的成员，今天是种地的第170天，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始收割小麦。我们最近农活特别多，蔬菜要浇水，鸡鸭鱼鹅要喂食，没办法离开农田。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，没有你们就没有种地吧这个节目，就没有我们十个晴天。谢谢。这里是我们亲手制作的农副产品，这是我们的玫瑰花，这是我们的土鸡蛋，这是我们的文创帆布包，这是我们地里同款的小麦，小麦宝宝历险记。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收获分享给大家。感谢爱奇艺，感谢独家冠名元气森林，正因为你的陪伴，让我们打满元气，努力种地。感谢鲜米吃整年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，感谢专注粥品30载的银鹭，感谢卫浴健康管家奥普，感谢生活养成伙伴 Leader， 感谢耐用续航官绿源，感谢合作伙伴喜临门，感谢品质沐浴好伙伴美的，感谢赞助商杜小满。请大家继续关注种地吧，我们十个晴天不想分开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会有第二季第三季，欢迎大家来我们后斗门少年之家走一走，见证我们的丰收。怎么用到第三季啊？中年篇不中了，老年篇第四季第五季不中了，第四季第五季你了，没说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拍实际吗？一共种地吧老年篇。